过去一点，这样子吗？爸爸站后面一点。阿雪，站。阿雪，对的。阿雪，对，站后面一点。
叫野叶子。好，在左边后面那边呢，就是水门大厦啊，这些是 ECD 一的鱼街啊。右后方呢是美国的红十字协会。左边呢，做美工。看进去，有没有看到？啊？哎，克林顿好像在家。克林顿小朋友快点啊！这边我不能听，我们的。白宫啊，是在这个独立战争期间啊，它被英国前方的这栋建筑。你看那个美啊，左手边财政部啊。非常高级的一些旅馆啊，历任的美国总统啊，有一位呢是比较喜纽约啊，这条路叫纽约，然后横跨的是十四街中餐。中国城下来，这边，这小朋友怎么那么爱？左边呢，这是。可以了，下车了哈。乱七八糟的字，剪字体。哦，我跟你说。据说。是老梁。你想动我来讲？他的手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草的一个城市啊，最穷的一个城市，它的草这个城市啊叫做维吉尼亚啊，维京出来啦，附近整个附近也是最有钱的一个区了。整个华盛顿大华府都会区包含了北还有另外一个州叫做马里兰，让英里的这个土地啊就是美国的首都的所在地，人口非常的少啊，大概只有
64万，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州了，对不对？好，我们经过很多州了哈，各位你会发现啊，对哈，也就是大，这个也是为什么要有华盛顿跑出来了啊。美国联邦政府呢，它所掌管的啊，所掌管的就是一些属于四样，所谓的外交啊、外贸啊、国防啊这种钱币啊，啊这些是以联邦政府为首，他们来统一管辖的。只要不属于联邦政府管的，就交80%都是黑人啊，都是黑人的哈。啊，城道路，高层整啊，高层次住习惯的人呢，华盛顿这个地方呢叫做乡下地方，感觉起来很乡下、很偏僻啊。为什么？各位，你可以从这里的图，以华纳哈圆环啊，在早期的这个都市计划上面来讲，当时的这个法国设计师啊，叫做朗方啊，一位朗方的法国设计师设计整个华盛顿市啊。他所设计的华盛顿市呢，感觉上啊，很像是当时巴黎的那种景象啊，里面有相当多的圆环啊，相当圆环，最大的一席之地啊，连在美国华盛顿的第二多280几个铜像。第三个是什么？三间房间，2个半厕所，地下室啊，加上卫生间啊，外面还有这个庭院，大概都是在2万块钱、3万块钱。70年代的时候才做出来一个地下街，就像我们所提的，因为市区里面地方小，停车很不方便。这个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整个大华府都会区设计出来的一个地下，但是上班族啊喜欢用的一般的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但是呢价钱非常的贵。拿一个这个巴士转乘证啊，你可以再拿。可以再坐这个另外一个巴士啊，不用再另外再收费。很讲究这种所谓的绿化啊，很讲究所谓的绿化。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美国的首都啊，两百年左右的一个历史了，都市啊，公园都市，你可以发现得到这个边绿化做的大西洋啊，非常靠近大西洋啊。再往东去，大概不到40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到大西洋出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呢，也有相当多的海鸥在华盛顿市区。刚才我们在这个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呢，所以很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距离华盛顿距离大西洋非常的接近了啊。再往前走，大概再过2分钟，我们就到了这个最接近华盛顿的一个城市，叫做阿灵顿市啊。阿灵顿市是属于维吉尼亚州的啊一个阿灵顿市，过了阿灵顿也不太像啊，倒过来了叫 DC 啊，倒过来叫维吉尼亚州，对不对？好，这个州呢非常低。美国目前总共来讲是只有42个总统，50个州，一个州平均分配一个州。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食用水啊的一个来源的所在地方，那我们各位这地方所看到的就是非常有名的这条河川，叫做托多马克河。这条河一定要记起来，各位昨天晚上洗澡用的水，今天早上喝的咖啡的水，都是跟这个8个总统一样啊，都是同样这种水。所以如果我们这边再做回去，还想要再生个孩子的话，赶快就生个美国总统出来了。好，那我们前方经过的就是非常有灵气的这个托多马克河啊，托多马克河。河一过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市啊，华盛顿市来看一看这个居中领导和这个协调美国最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华盛顿这个历史。前方我们一个左转之后呢，各位就可以看看桥的底下有没有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这条河川。各位昨天晚上洗澡用的水啊，都是这条河的河水了。托多马克河啊，这条河一定要记起来哈。托多马克河交通啊，是在仅次于洛杉矶啊，洛杉矶全美国交通最繁忙的一个地方啊。华盛顿呢是第二名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叫做特权的啊，这个高层大的道路。过了之后，我们是进来马上各位正前方，你看到华盛顿开始就堵车了，市区的交通就长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的右后方，在大概在八点钟方向，你可以看到一个教堂式的建筑。这边呢是华盛顿市区里面，和总统克林顿他有2年的大学是在这个地方。一栋是白色的这个大理石建筑，甘乃迪艺术中心啊，就有点像这个中正纪念堂改名叫做甘乃迪艺术中心啊。这两栋圆圆的大楼啊，圆圆的，然后怀牛也会过来照相。西北区里面，所以一进来之后呢，各位同学。抬起头来看一看，整个华盛顿市的一个景象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市区里面有两样东西啊，可以说你比较找不到的。好的，一般你抬起头来看一看，这边全部都是他们的办公大楼，都是他们的这个行政机构啊。这些人是在这里上官方的一个语言，叫做
白宫啊，就到这。记得我小陈所提的一个这种感觉，很多人第一眼才到这个土地上来看到这个白宫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念头，哎，这间怎么会是白宫呢？这间跟我想象中白宫怎么好像不太一样？记得哈，等一下我们下车的时候呢，各位下来照相的时候呢，第一眼看到这个白宫的时候呢，想想看我讲的这句话对不对哈？这个白宫呢，等一下你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哈。白色白宫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在住，美国总统在上班的地方啊，两者都在一起了，分成四层楼的建筑物，一楼我只是八年啊，这个现在说的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吗？啊，10万块钱可以到总统的林肯套房里面去睡一觉，啊，当时一般人看到也是最失望的这栋房子啊，美国的白宫啊，我们等一下请司机绕到白宫的正门口处，白色的宫殿。在早期的时候呢，并不叫白宫的，一直到了1812年被英军烧掉，美国总统搬到右手边这个里面来，这从原址原建材，然后把它擦成白色的油漆，白宫就是。那现在很多人呢，把这个公园叫做什么公园呢？叫做乞丐公园，啊，乞丐公园。为什么叫乞丐公园呢？啊，刚刚在巷口那个地方，右手边那一栋建筑物啊，等一下我们下车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那一栋呢非常的有名，车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往那边绕过去啊？前方呢它有一条大道叫做宾夕法尼亚大道，就有点相当于我们总统府前面那一条叫做海，但是呢现在这条大道已经封闭起来了啊。为什么封闭的原因？1995年代的时候呢，是美国最动乱的一年啊。前面白宫前面呢，人家拿了枪扫射的，记不记得？好，拿机关枪扫射的，有人拿刀子要跑进来，中间有一位女。是啊，中野云里，他的住所呢？他的一张名片，名片上面写的就是白宫对面。他呢？他们你一下去，他就给你比一个这个手势，他跟你讲说，我是上帝派来的和平使者。就是温度，全部都是露天的，住在这个地方。很体检的，身高要180，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最有名气的这个。你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铁栏杆，铁栏杆里面那种白色的房子，就是目前啊，美国总统在住，美国总统。在上班的地方，美国的白宫的所在地了。照相机、摄影机拿着，一直到底。好，我们下车之前，各位先对一下各位的手表，现在是不是9点？
他可以从在车子里面看那个红外线摄影机，就可以看出来外面。我们等一下要走到白宫的后花园，去看一看白宫的南侧草地。进去的话，回来再照一下。现在看到的这是白宫的东厢。真是幸运职业。真的很厉害，tree houses and slides. Famous White House is being booed. 他有规定的人数啊，然后抽签的，每个月的工作来之后呢，那个 right 纪念碑啊，华盛顿纪念碑，全华盛顿市区里面最高的这栋建筑物，所有市区里面联邦政府的办公大楼都有一个规定啊，不能够超过它的1/5英里。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做介绍啊。下一站呢？因为刚刚下车的时候，很多人在提啊，美国的白宫不是圆圆的吗？高高体会到华盛顿的这个风土民情啊，冬冷夏热，露天观光巴士哈。弯过来，右手边有没有看到这栋白色的大理石建筑物？啊，我每一次这个新闻报道有没有？琳达在华府为你们报道，是吧？所以很多人把那栋当成是美国的白宫来看哈，事实上那我们那下呢就弯过来到国会山庄看一看。实际绕这一个圈，好，我们从白宫绕下来到华盛顿纪念碑，看到国会山庄这边呢，刚好是成一个三角形，啊，这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就是叫做联邦三角区，啊，联邦三角区。基本上出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一间帮各位做介绍。最高的这个行政这个首长在上班的地方啦。左手边这个就是华盛顿最早，现在在我们的各位的左手边所看到的这间底下亮着电灯的华盛顿的这个国家戏院啊，国家戏院。我们各位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行政机构啊，基本上都在这个区。所有的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跟我们各位现在所走的路线一模一样。由这条路呢，走上我们现在要去的白宫宣誓之后呢，再回到他的这个他的住所。所有的民族英雄。就是示威游行啊，全部都是在这条大道上面。这条呢非常重要，华盛顿最主要的一条大街，叫做宾夕法尼亚大道啊。宾夕法尼亚大道，知道各位这地方所看到这条大道。右手边所看到的，这是华盛顿目前的这个邮政局啊。附近有一个铜像，站在那个地方，白色的人，班杰明·富兰克林啊。它的后方这一栋呢，邮政局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啊，老邮政局最好是要去碰它的。我们右手边所看到就是美国的国税局啊，国税局。可惜啊，所以你比较不熟悉。但是司法部底下一个部门，在我们各位正左手边所看到这种土黄色的部门，却是这个各位一定都知道的美国的国会山庄了啊，美国的国会国家历史文物档案室，早期的这个。所有早期的这个文物全部都是存放在这里面，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宣言全部都放在跟我们的右手边所看到的这栋机构。我们左手边看起的建筑，华盛顿市区里面的二级古迹，大概有商业部门三个。那我们各位左手边博物馆区啊的国家艺术馆啊或国家美术馆，正在经过的非常漂亮的这栋。国家美术馆有两栋，一栋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另外一栋呢在我们各位正前方，在一点钟方向。另一栋国家美术馆呢是由名设计师啊贝聿铭先生所设计的，这个国家啊大加拿啊加拿大的户啊，如果你要申请移民的话呢，你要来这个地方先领到一张劳工证。那我们的各位左手全部都在各位的左手边。地方是开放给一般人、一般民众进去里面出来的啊，里面呢这个相当大的一个地方啊，照相机、摄影机欢迎各位带进去，但是进门口的时候呢，20%不能够照相的，到不能够照相的地方呢，导游会先向各位报告哈、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现在呢一个右弯之后，等一下看到前面有很大的一个庆典，那就不是庆典了，
在我们左手边，可以看到在举行的，你有看到？我看到的。哦，我们今天我们运气非常好啊，各位刚好看到他的一个这个葬礼啊，没有戴帽，身上还背一个袋子，上面写洋洋旅行社，不花呀、啊？没有啦，他没戴帽子啊，我看到了，在这边，在这边，没有戴帽，灰色的头发那个，他肯定在最前面啊。在这个路口的对面，在我们中间右前方。在今天下午我们在回来国会照相的时候，国会相关的时候，你可以出来照相。在我们各位的右手边所看到的国会图书馆，右手边所看到的这间就是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有三栋的大楼，这边一栋，旁边一栋，啊，在我们后面一栋，有三栋的大楼。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间图书馆，源起于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汤马斯·杰弗逊开始捐赠书啊，一直到现在啊，有三栋的图书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藏书量。我们右手边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国会议员啊，他们在一般就是华盛顿仅存的一些的这个商业区，这边呢就叫做餐厅大道，很多的餐厅全部在这条大道上面。那么左手边，好，一个右弯，好，一个右弯之后呢，我们就在刚好看到三栋的啊，三栋的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医院的所在地在我们各位的正左手边，四栋的大楼啊，四栋大楼。所有的众议员他的办公厅啊，全部在我们各位的左手边。在科技的一间博物馆，泰博物馆啊，都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不用收费啊，是啊，他说不要你为了一块钱啊，不要为了一块钱。夏天的时候呢，全部过来参观这些美国所有的服务，来帮各位所付出来的，一年900万呢、啊。啊，这个人次开始在这四天中间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最后呢，各位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认清楚，我们等一下集合的地方。到有看到了哈、啊，在我们右手边啊，右手边所看到这银色的比例银针啊，11:15。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区，华正的这个文化广场区啊，就是咱们各位正前方所看到的。
翻过来最有名气的，最有名气的这一份的这个独立宣言，领导了美国当时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啊，成立一个联邦的国家。当时就是由这个的教育部、交通部，再过来前方的这个农业部啊，都在我们的左手边一整排啊，全部都是华盛顿的这个办公大楼区了啊，全部都是办公大楼区啊。就在我们各位的这个左右手两边，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属于一个基金会，这也是目前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金会，叫做史密逊研究基金会啊。那当时的财产50万的建筑物，这个呢是在当时1850年代建立的啊，创立的史密逊研究基金会，就在我们各位的正右手边所看到的这栋小小的小城堡的建筑物哈。一直发展到现在呢，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学术研究基金会啊，上至天文啊，下至地理，在整个华盛顿市区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的这些研究成果。右手边所看到的，这个都是对这个地方做出最大贡献的史密逊研究基金会啊。现在刚刚经过的这一天。啊，这个现在经过的这是史克勒中国艺术博物馆，啊，再过来弗利尔这个美术馆啊，在我们右手边。这联邦左右手两栋呢，这个就是华盛顿非常大的啊农业部。我们各位正前方，在国防部设立之前啊，这农业部曾经是华盛顿最啊这种有点长得像淡水红毛城一样的，啊，旁边还有一栋这个西栋啊这种小小圆圆的这个建筑物相连的。这一栋呢，就是华盛顿另外一间很有名的博物馆，93年刚刚开幕，在我们各位左手边所看到的这栋呢，叫做大屠杀博物馆，2次世界大战其中的另外一间，在我们各位正左手边所看到的大屠杀博物馆。大屠杀博物馆的旁边一排大柱子的左手边，好，这就是财政部的造币厂啊，造币厂。我们各位身上在用的美元、美钞有没有啊？全部都是由这个地方印制出来的。除了这地方印制出来之外呢，因为全美国大概还有10几间的印制厂，这些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要雕刻时设计维吉尼亚大学里面的校舍啊，自己的校舍变成我们现在要来看的一个这个总统的纪念馆啊，就在我的右前方啊，绕了一圈。如果眼睛利一点的人，已经可以看不都是日本在1912年送来的这个外交礼物啊。相对的，每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也是整个华盛顿最漂亮的一个季节。湖泊旁边开满了这个红色、白色的樱花，绕着一圈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在我们右手边所看到的。然后这里呢，这个下车最好照相的地方，右手边可以把整个照下来。进去里面，因为里面的景深比较短。
斯奈乐园里面来的小号其中的一个，五个军种，啊，五个军种，陆、海、空、海岸防空部的所在地就在我们的右手边。1940年代有地方给它放了。还可以清清楚楚的从我们左手边可以看到啊，地方呢被它围起来了，被这个敌军围起来了，所以可以到河往上考各位一个问题啊。啊，对的。别的吗？这款是你来了。你有一头痛，你不要再跟他玩。你有一头痛。对，不要再跟他玩。现在已经好了。擦绿油精就好了。热的，臭。哈哈哈哈哈。
Thank you.